求主赐复兴的火燃烧我们的心，赐给我们一个真的从神而来的心，不是看只是看自己，而是从神而来的心。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因为你陪我们一起，最困难的时候你都陪我们一起，你会欣赏那些听你话的人。多谢主。求主赐复兴之火，求主赐圣灵火焰，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，在这黑暗世代能作你光辉，溶解冷漠，重点爱你的心，盼主赐下复兴之火，求主赐复兴之火，求主赐圣灵火焰，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，在这黑暗世代能作你光辉，溶解冷漠，重点爱你的心，盼主赐下复兴之火，求主赐复兴之火，求主赐圣灵火焰，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，在这黑暗世代能作你光辉，溶解冷漠，重点爱你的心，盼主赐下复兴之火，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，在这黑暗世代能作你光辉，溶解冷漠，重点爱你的心，盼主赐下复兴之火，盼主赐下复兴之火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复兴的火，求你燃烧我们的心，求你叫我们的心里火热，为你的道大发热心，叫我们不要只是想自己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阿利路亚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更新我们。多谢天父，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使用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的生命是极度的宝贵，求你叫我们不要只是想着自己。一粒麦子没有落在地里死了仍旧一粒，但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当我们结出许多子粒的时候，神必定喜悦。神为爱他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，是有很多丰盛的恩典等着我们。但有很多基督徒是很贫穷，赤身露体，眼瞎，不冷不热，他们以为得到很多，其实是什么都得不到。主耶稣，求你帮我们心里火热，在这个末后的世代，就是我们挺身昂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快要回来，我们就准备好自己，靠耶稣站得稳，靠耶稣得力，为耶稣作美好的见证。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
哦，求主赐我哋复兴嘅火，求主燃烧我哋嘅心，燃烧我哋嘅心。求主赐复兴之火，求主赐圣灵火焰，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，在这黑暗世代能助你光辉，溶解冷漠，重叠爱你的心，盼主之下复兴之火，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，在这黑暗世代能助你光辉，溶解冷漠，重叠爱你的心，盼主之下复兴之火，盼主之下复兴之火。我希望大家不要说我没什么用，我做不到事的，能力不在我们那里，能力在神那里。当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，在神是凡事都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愿意将生命献给你，求你怜悯这个世代，叫你的儿女站立得稳，叫你的儿女相信你陪着我们一起，你会向我们讲说话，你会带领我们，你会陪伴我们，你会珍惜我们，尤其那些爱你的人，神更加去珍惜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为主发出光辉，在我们周围的，首先我们坚固周围的基督徒，我们可以坚固他们的信心和神的关系，帮助他们享受神。我们首先自己享受神，我们就能够帮助人都享受神，我们都帮助人清理他里面的垃圾，帮助人能够兴起被神去使用，然后我们就同心合意一起去传扬福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使用我们，不要做一些惧怕的基督徒，不要做一些逃兵，而是做一些被神使用为主发出光辉的神使用的基督精兵。多谢天父，我们凡事都能，任何一个靠住耶稣的人都可以，任何一个亲近主的人都可以。求主加我们力量，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感谢天父，神一定可以的。多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神一定使用我们的。求主给我们火热的灵，我们愿意啊，神啊，我们愿意，因为行你的计划最好，因为神才是掌管一切，神才是掌管一切。末后的灾难就是要将人分开出来，哪些是真信耶稣的，哪些是假的，神是会将这些人分出来。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坚定，靠主坚定，站立得稳，为主作美好见证，每日一见证。我们见到什么人，我们都去告诉他耶稣多好，我经历到神多大的作为，也都在这个灾情的时候，这个疫情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得力，我们就成为别人的见证。多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，永耀颂赞归给你，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祈祷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请接受主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个同在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为主结出果子来，荣耀主的圣名。哈利路亚，主祝福大家，荣耀颂赞归给主。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。